媒综合报道，现任华航空姐林佩瑶，亮眼外形加上姣好身材，更曾在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第二届夺第九名，让她的脸书粉丝团中有超过10万名粉丝追踪。日前她出席表妹的婚礼，黑色礼服大露性感身材，让粉丝直呼太赏新娘风采了。日前林佩瑶的脸书粉丝团上传数张参加婚礼的照片，照片中她穿着黑色校礼服，不仅大露事业线，裙子的高叉更是开到大腿根部，大秀纤细美腿。网友看到纷纷留言表示，你真的很美，太美了，大家不会注意新娘了，女神出现，新娘退让三分。不过也有人认为不要打扮太漂亮哦，不 80% 美美就好，不然太抢新娘风采呀。对此她也大方回应说，新娘风采谁都抢不走的，但一览无遗的姣好身材仍旧超吸睛，意外引发不少话题。林佩瑶大露事业线相当性感，反射自脸书林佩瑶身穿黑色礼服高岔开到大腿根部，姣好身材一览无遗，反射自脸书。